我是公关的特长到110年，110年，然后看一下，110年是1月1号，瑞穗就是有名的瑞穗鲜乳的，就是23:06的时候，我在等待48次了，就花灯号台东的布优马之墙了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15分8次，不用嘛，5分，瑞穗站牌上，其实瑞穗改得还蛮漂亮的，你知道，如果小面干嘛照面都订不到，就光片刚刚支持哦昏。其实还蛮感谢花东县的那个站务人员，对啊，包括三明啊、瑞士啊，都人真的都很好。好嘛，花东各沿线各站都其实都人真的还蛮好，对吧？啊，如果下面的马掌门都点不到这方面，对吧？超级感动呵呵啊！感谢各位支持。然后大家再等一下哈，哦，变准年了。好，就这样。